名家书宝，名家指路，榜上有你，寻找最具眼光的收藏者。本栏目由名家传媒有限公司荣誉出品。曾汉光，名家传媒首席鉴定师，国家级艺术品高级经纪人，高级评估鉴定师三级，名家传媒名家书宝栏目首席专家。各位茶友大家好，名家书宝今天跟大家说一下无常。这一个呢，这件瓷器我们说的就是青花无常，这种器型我们称它叫青花无常，花卉纹，包括还有铜钱纹，锈子，它做什么用的呢？就是绣花，刺绣，就把手放在上面，便于绣。所以这叫绣子。青花五彩呢，它的发明是在明代的晚期，准确点就是在明代的嘉靖和万历年间这段时期创烧的。然后发展呢就在清代的早期，就是顺治、康熙、雍正的一部分，就是雍正时期的前期这一段时期。然后到了清代的中期，比如说乾隆以后，这个就衰败了，就是我们说的青花无常。这个时候在我们雍正的早期偏晚一点，就开始发明了我们说的珐琅彩、粉彩，一直到清代的乾隆，包括到了清代的中晚期这一段时期，然后再到了清代的晚期的同治，一直到清末民国早期这段时间，它又发生变化，又创造，比如说在粉彩的基础上创造的浅绛彩，还有珠三八友、八大山人，他们就开始在瓷板上面就把粉彩又改良，所以这个它是一步步的这么发展。所以在鼎盛的时候，就是说的到了康熙年，青花无常是比明代的嘉靖和万历这时期的要画得好，他因为那个时候在当时，他要绘这些彩，当时就没有蓝料，我们说的青花是蓝颜色的，没有蓝料，怎么办？就开始在寿彩上面，在坯上面，先绘把设计好的纹饰图案，先把
青花，就是我们说的蓝彩，因为它蓝彩青花这个材料呢，它是高温，是釉下。当时你这个硬彩是吧，红黄紫黑蓝，它就是没有蓝料，其他的颜色都可以，它是在釉上的，所以都没办法，又要弄得漂亮，所以它就形成了是吧，先用蓝色青花在皮上面把蓝该要画的那些蓝料是吧，就是我们说的青花料绘上去，绘上去以后再施釉，经过1300度的高温把它烧好，烧好了以后按设计的要求再来绘这些是吧硬五彩，对。当然现在要说明一下的就是什么呢，五彩不一定在每个物件上面有五种颜色，它有的高于五种，有的低于五种，是统称叫五彩，对。它甚至有时候只有三个彩，我们在这个定名上面还是称它叫五彩，它哪怕超过了6个颜色也叫五彩。五彩里面它分硬彩，到后面在创烧以后发明以后，到了雍正年以后，它就开始是粉彩，粉彩就比这个硬彩画得更好，那个颜色就像我们在宣纸上面画画一样。它墨风五色是画的很好的，是吧？该有淡黄的淡黄，淡蓝的淡蓝，淡红的淡红。那五彩就不行，五彩它绿的它就是满的，你像这个喜鹊，它绿的它就是满的，它没有过度的颜色，那所以就看着就比较生硬一点。所以也就称它叫硬彩，也叫五彩，是吧？所以它这个这一段时期，它就只能是吧，要经过2次入窑，是吧？先把青花画好了以后，再来画红、画绿，是吧？画黄等等，然后再在釉上。是吧，把这个彩都绘画好，绘画好了以后经过是吧800度的低温2次入窑再来烧，烧好了就可以，所以它的成本相对来说偏高。那今天跟大家讲的这个呢，这个是吧荷莲喜鹊纹是吧，还有铜钱纹，啊，镂空。绣枕即我国古代妇女刺绣时用来垫手的枕头。绣枕的材质有分多种，这个青花五彩喜鹊绣枕材质则是瓷的。绣枕上用青花和五彩一同勾勒出花鸟图案，纹饰以柔和为贵，透视感较强，绘画工致精丽，生动传神。手绘用笔精细，构图疏朗简洁。这一个它的工艺更复杂，是吧？因为它是方形的，是吧？瓷器里面是吧？我们称它叫一方顶十圆，因为方形的器物。是吧，很在烧造的过程当中，在窑里面烧造过程当中它是很难烧的，也很容易变形，是吧？它的工艺也比较复杂，它是要一片一片的要接胎，是吧？那到后面它就可以直接用石蜡法石膏法，它可以灌浆铸造，
这个都是靠手工一片片的连接，是修台，是这个是很复杂，也很不容易做，是所以是古代能那些大家，是都说过，是所以方的很难做，做十个圆的，是要从经济价值上面来看，和它的工艺，是烧造的难度呢，方的要抵它十个圆的，一个方抵它十个圆的，从经济上面也可以像这么说。那么十个圆的就只能抵它一个方的这个经济价值，那它的工艺价值也相对来说也是很复杂的。比圆的，用圆的拉坯，是吧？用摇车拉坯，它转的时候很好用，就成了。这个要靠拼接，拼接以后它掌握不好，是吧？在窑里面烧就很容易变形，因为你一窑烧，它成品率，是吧？是占小部分，那么废品占一大部分，所以是吧？我们古代的这些大师们才有这种体会，是一方顶十圆。所以这个呢，在当时它的工艺是比较好的，虽然有些疏釉，是吧？在窑里面把它关火以后，是吧？它这个釉水还原的时候，还原液的时候，它就没有把这个还好，就形成了一这些真空窑，是吧？这个呢也符合，是吧？当时的特征，是吧？因为这一个我们认定它，是吧？是康熙年的，是吧？五彩，青花五彩，是吧？一个花卉纹的绣着，所以它这个从它的那个露白的地方，是吧？淡青，是吧？花片，是吧？纹饰绘画花片都是比较精美。另外，胎致密，手感偏重，是吧？所以这几个特征都证明了，是吧？是一件难得的。康熙年，青花五彩，花卉纹绣着，所以这个到后面，是吧？到了雍正以后就停了，他就没有烧了，他也没有做了。在这个时候就到雍正以后就开始珐琅彩，是吧？然后粉彩，是吧？再往后是吧？浅绛彩慢慢都出来，所以这个到清代康熙年末期，雍正的早期这个时间就停烧，它就向更高的层次发展了，所以这个仿品是比较少，它就是。这个几十百年，我们的康熙到明代的嘉靖、万历，就这一段时间出现了五彩，同时青花五彩就更少，它要它的那个工艺更复杂，青花是釉下。右下层，粉彩是右上层，五彩也是右上层，所以这五彩它就和青花右下它要两次过窑，所以工艺是繁琐复杂。
所以做的像这样，到了我们现在是吧？空间青花无产的这种产品是比较少，是吧？所以就值得我们大家珍藏。谢谢大家。本栏目由名家传媒荣誉出品，财富热线400-101-4797。